猛一看吓到了，还好没事。快点，你拿快一点啊！我不要没有，不是我，是萱萱，不是我。那你干嘛打我？因为你要拿了，我没有碰到，我要阻止你。我碰到那一刻，你才拥有打人的权利。没有，你手伸过来我就可以打了。没有。好，反正就是我在那边 stand by。真的，预防犯罪，预防性。我准备要预防性羁押，不要吵。你这个很有犯罪可能。我没有。压起来，带走。走。二万 ，S， 二手。看来我专心摸花就好了。北风太专心了吧？你还有四只要摸？对啊。是否很专心？那有可能是那要用很多查克拉。那有可能，这是一眨眼的事情。真的要？那四张花真的要？真的要这么专心？对啊。呼吸就好了。你要这么专心？南风，你这么专心吧？那四张花用在这，你要先杠牌。哇。要先想到哪一张？好，我想一下，说不定一张放在这里啊。没有没有，这四张刚好就在这。说不定，我就说不定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开眼，我不知道。没有，我们刚刚有堆的。我没有视野。不是你忘了五玉路？不是，我没有视野。我是好，我是平民，我没有视野。我们是东京玉路，然后讲话的那个是另外后配。没有，你就负责开直播在跟安安。给我看，我就是那个时候先预录好，然后呢，我就看着画面，然后我就拉塞。对，开始乱讲。看我打什么我就说什么啊！不好意思，那个贝德卡玛，贝德卡玛，我有才，我要当发电机，我要当发电机，贝德卡玛，好复古哦，就玉露呗，看玉露口型全部都不对啊，没有，这看不到我们的口型啊，对啊，这不是更简单？对啊，奇怪，北风，贝德卡玛。刚才这是玉露最成功的，对，就是只是后配而已，那没有玉，那真的很好笑哎、欸。秋哥好强，好会配。九币，成功。五万。哇，真的换你嘞！一人一次。哦，五八九。嗯啊。张。那你过九万。嗯。嗯，过水天王哎、欸，七台，水分含量高，水博弈，你只能说我是个抓庄天王。了解，浩文问说，请问是胡仙还是碰仙？我有朋友吃牌，但他打一张还没亮吃牌的牌面，对家到我朋友。但我现在要碰我朋友吃的牌，两个人同时喊碰跟胡，这要怎么算？通常呢，这个胡牌的人喊慢一点，然后呢，碰牌的人喊快一点，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。如果真的有争议的时候呢，麻烦大家就是先亮搭哦，再舍牌，这样就不会有争议了。但是通常大家为了节省时间，不会这样子打嘛，所以真的要碰的人就让一下，那就让给胡的人。就这样咯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排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